这季的《奔跑吧生态》篇，我们还迎来了一位全新的成员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任务是环滇池生态问答竞赛。你们当中有两位代号笨鸟的成员，他们提前知道了所有的问题和答案。不是生态篇吗？你们就又考验我们的心态吗？我发现借了一个蹦的劲儿。走，这儿虽然快，但是好丑陋啊。哇塞，玩出蝶七的感觉来。 Tom Cruise 周，这也太美了吧，感觉像加了滤镜一样。欢迎来到留念小渔村，在我们右手边的是云南的高原明珠滇池，它是一座专门用来处理滇池拦藻的一个重要设施。过滤完了这么轻啊，这水。现在小渔村也从之前的丑小鸭蜕变到我们现在的白天鹅。奔跑吧生态文明。